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432面，432面倒数第二行。从观经这里看起，又观经为提携妇人情悦，我今要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所，唯愿世尊教我思维，教我正受。善导大师注曰：“言教我思维者，即是定前方便，思想意念，彼佛一正二报四种庄严也。”昨天我们学到此地，这一段经文跟善导大师的注非常重要。修净土希望这一生稳稳当当往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那这非常重要的开始啊，不能不知道。善导大师注这段经，他说：“教我思维者，即是定前方便。定就是念佛三昧。我们现在还没有得到念佛三昧，得到的人很少，绝大多数的人没有得到。”那怎么个修法？这就教我们思想意念，彼佛一正二报四种庄严。这就是大势至菩萨在圆通章里面教给我们：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忆佛念佛呢，跟着你讲的是一个意思。确实，我们要把所有的念头停止放下，执念阿弥陀佛跟极乐世界。彼佛是阿弥陀佛，依报是极乐世界国土庄严。正报是阿弥陀佛与一切菩萨的庄严。四种庄严。正报两种，依报两种。正报两种啊，大家都知道，佛菩萨。依报两种呢，一个是大环境，西方极乐世界的环境；一个就是阿弥陀佛的讲堂、道场。你看道场，道场树的庄严。举一个例子，包括道场前面七宝池八功德水，阿弥陀佛的讲堂在哪里呢？不是一处，
处处都是阿弥陀佛道场。阿弥陀佛在这个世界分身说法了，不像我们这个世间的众生迷惑、烦恼、习气深重啊，佛可不可以在我们这个世界上也用很多分身呢？当然可以，为什么不做呢？做了就没人相信。为什么？这佛是神啊，他能分身，我们不能。他能成就，那我们怎么能比得上？不但不能增长大家的信心，反而增长大家的疑惑。所以这个就是大经里面所说的原则，随众生心，应所知量。这是佛的善巧方便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用什么方法来分身呢？弟子，他的常随弟子1255人，经常不断，接受大众的邀请，各个地方去弘法、去讲经，用这个方法。西方极乐世界不必，阿弥陀佛能分身，为什么呢？到西方极乐世界，每个人都能分身，这就好办了。不像在此地，只有佛菩萨能分身，凡夫不能分身。所以他不能用这个方法。我们都要能体会得到，这是如来无尽的慈悲呀。在极乐世界，每个人都能分身，阿弥陀佛怎么不能分身？于是我们就想到啊，西方世界到处都是阿弥陀佛道场，到处你都看到阿弥陀佛。这一真四中庄严你常常想着。凡夫即使是往生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他也有能力每一天去供养10万亿佛。怎么去的？分身去的。自己的本身在阿弥陀佛讲堂没动，就有能力分身10万亿去参访10万亿尊佛，供佛闻法了。本身没有离开极乐世界，没有离开阿弥陀佛。我们常常观想这些境界，这个好啊。增长我们的正信、正念。增长我们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愿心。也能够消除我们的妄念习气，不想别的，专想经里面所说的。坐禅，坐而修禅也。禅者，梵语，禅这个字是从梵文
音译过来的，啊，以为静虑，思维修。啊，静虑就是思维修的意思。啊，静是清净心，这个属于止；虑呢，就属于观。啊，中国人常讲止观。啊，禅跟止观是一个意思。啊，止是放下。观是明了，啊，确确实实，修行的第一步是要放下，你才能把事实真相看清楚。放得越多，看得越清楚，看得越广，看得越深。啊，用看破放下这个名词我们容易懂，啊，用止观呢不好懂。啊，张家大师，我那时候初学刚入佛门，张家大师不讲止观，不讲禅哦，他跟我讲看破放下，啊，他一说我就能懂，能体会到。啊，放下能帮助你看破。啊，放下贪嗔痴慢。啊，放下烦恼习气。你在读经，你在听讲，你就容易明白了。啊，所以你容易体会，容易欺辱。啊，体会浅，欺辱就深了。啊，如果不能放下，现在人呢，头一个必须得放下的，就是心浮气躁。傲慢。无理，这两桩事情不能放下了。他听教，天天来听，可以说他越听越迷惑，他听不懂。圣贤教诲要从恭敬当中学的，为什么？圣贤人所学的、所修的、所教的，全是信的，信的是真心的，发现的。对真心，对发心，不尊重，你怎么能够体会到？啊，所以尊重圣贤，尊重圣贤的教诲，实际上是尊重发心，是尊重你自己的真心呢。不是别的啊，真心流露就是真诚恭敬啊。印光大师讲的诚敬，那是你的真心，真与真相应啊。妄心它跟真心不相应，所以你听不懂啊，古圣先贤留下来的经典文字全是自信流露的。
那么换一句话是，你要能跟他相应的，也得用真心。你用妄心跟他决定不相应。啊，用妄心就是用阿赖耶，用意识；用真心不用阿赖耶。马明菩萨在《起心论》里头告诉我们：啊，听教啊，就是我们在听经啊，啊，听教学啊，要用什么态度呢？菩萨用三种。跟我们不一样态度。不着言说相，不着名字相，不着心言相。你看看，这就是真诚恭敬。所以他听了会开悟啊。听了会正果，我们不会听的。不会听，佛菩萨也慈悲，还是在照讲。啊，听得懂听不懂不管，佛菩萨从照讲就是。听不懂也好，为什么呢？阿赖耶里面种一个菩提种子。种一个善根，生生世世啊，遇到缘，你就会听，你就会读诵，久久培养成善根，然后再遇到这个佛法，善根现前，沉浸就升起来。这么一回事情啊，沉浸善根是要靠长时期去培养，而不是天生的。尤其是我们在六道，迷的时间太久，染污的习气。太重啊！纵然遇到佛菩萨大善知识来教诲，也非常困难啊！特别是在这个时代啊，恭敬已经失掉了啊！在我这种年龄。年代，啊，可以说是，是我四五十岁以前，对人，社会上大众对人都有尊敬、尊重心，啊，写个名字都是恭恭敬敬，啊，规规矩矩，没有潦草。啊，你看现在的年轻人写个东西潦草，草的字你不仔细观察你不认识，这是从前决定不许可的，这从前叫大不敬啊！啊，以前老师看卷子，字潦草了就不看，你的分数就没有。写得不好没关系，要写得公公正正啊，公正这是古时候他所要求的啊，一笔一画公公正正整整齐齐啊，行列整齐。
哪像现在啊，现在这年轻人这种态度，古人不教啊。啊，这些基础的训练，在过去全是家庭所承担的，家教啊。啊，现在在这个时代，家教没有了，所以这些年轻人，你都不能怪他。啊，整个社会的文化文明崩溃了，啊，社会大乱，人心没有依归，无所适从啊，没有安全感。这人活在世间多苦有时候实在讲连畜生都不如这个时代我们遇到了非常幸运我们遇到了圣贤的教诲，我们遇到佛法的经典，这是无比的幸运啊！为什么呢？可以依照这些典籍教诲，走出我们先前的困境。啊，遇到净宗尤其难得。啊，让我们有机会在这一生当中能往生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是遍法界虚空界，多少人所向往而遇不到这个缘分，啊，一生缘成佛道啊，到哪里去找这样的机会呀？真的找不到啊！这个法门，凡夫一生成就不难，条件非常简单，啊，真心，真愿意去，真肯念佛，就能往生。啊，这个里头关键呢，我讲的话了，就是真字，你要用真心，啊，妄心。不恭敬、不尊重，像儿戏一样，啊，那是不能往生，啊，那是种个善根，这一生不能成就，啊，这一生能成就就真干，啊，我真相信，我真愿意去，我真念佛。所以坐禅这个坐不一定是指打坐啊，是取这个字的意思啊。坐是什么呢？坐是不动，坐在这就不动了。
不是身不动，身都不是我，他动不动有什么关系啊？重要是心不动啊。所以大乘经里的常讲，行住坐卧皆是禅啊，你走着啊，住就是坐着啊，住是站着啊，坐着躺在床上睡着，全是禅啊，心不动啊，心住在一个境界上啊，那我们今天做禅，就是心住在阿弥陀佛上啊，行住坐卧，心里面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你就在禅定当中。哦，这个禅，释迦牟尼佛赞叹，在大集经上佛说，持名念佛了，是无上深妙禅啊！这释迦牟尼佛亲口说的啊，禅在大乘一般说比别的法门都高一等。那念佛是无上深妙禅，比禅又要高一等啊！巨蕴禅诺，中国人喜欢简单，把尾音省掉了啊，就用这个禅字。意思是净律啊，净是清净心，智心一处，这是净啊，所以它是智，律呢，它是观，它的心不是死的，不是空的，它有境界。哎，你就守住这个境界。我们念佛人境界就是一句名号，阿弥陀佛，或者是南无阿弥陀佛都可以。一切时，一切处，你念念守住这一句名号啊，不允许任何杂念夹杂在里头。一念佛功夫就成就了，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得到了保证了啊，决定得生了。这个时候念佛，一念相应，一念佛跟阿弥陀佛相应，念念相应，念念佛啊，这叫慧念啊。大多数人不会念啊，口里念佛，还有很多很多的杂念在里头，一会儿想东，一会儿想西啊，把念佛的功夫完全破坏了。自己不知道，自己还认为我是念佛人呢，我天天念佛了，我每天念佛多少万声呢？啊，不晓得多少万声里头有怀疑，有夹杂，破坏了。啊，那一种念佛，那就不是这样。如果念佛专注这一念，没有怀疑，没有夹杂，那是禅。
啊，那一种念佛就是世尊所讲的无上甚妙禅。啊，所以要懂得禅的意思。大乘佛法，84000法门，全部都是修禅。啊，就是用84000种不同的方法修禅，修静虑，修思维修。所以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啊，为什么呢？都能得禅定，都能开悟，都能明心见性。啊，因为众生根性不相同，所以修学就有难易的差别。啊，许多差别。阿弥陀佛，为普度众生，他提出一种方法，持名念佛。这个方法容易啊。简单啊，什么人都能修，而且无比的殊胜啊！只要如法、如理、如法，它就是无上甚妙禅。如果念佛夹杂，那就不是禅了。啊，禅里面不需夹杂。不需怀疑。啊，不怀疑不夹杂，就是一心不乱。一心不乱就是无上甚妙禅。啊，我们的一心就住在名号上。啊，现在这个时代，我不懂电脑，我听说同学们告诉我，网络里头许许多多的信息。啊，尤其是种种不同的语言来讲灾难，啊，我们得到了一些，它的总结论很简单，人要为自私自利，大概这个灾难呢都逃不掉。人要没有自私自利，啊，善心的人，念佛的人，在这个灾难里面都能够保全，啊，诸佛菩萨、天神、鬼神都会保佑，几乎都是这个想法。那我们明白这么一个道理了，这一些资讯呢，我们就可以不要了，不要去看它了，看它不就打相差吗？把我们念佛功夫就又夹杂，就又破坏了。啊，我们从此之后不看了，一心念佛。啊，认真的。
把《弟子规》《感应篇》十三页落实，那你就是佛经上讲的善男子、善女人。这就行啊。什么样灾难？不惊不怖，完全用平常心来看它。啊，灾难是共业所感啊。如果我们不免，也不在乎，身不是果。啊，我们善心，善行，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灾难来的时候，阿弥陀佛在空中来接迎接我们去了。好事不是坏事。这个才重要。啊，一心一意，读诵无量寿经，念阿弥陀佛，其他的完全放下，啊，不要再去意念，我们会平平安安、稳稳当当度过这个大灾难。啊，不能有自私自利的念头。不能有自私自利的行为。啊，遇到众生有苦难，随分随力去帮助，就很好了。啊，全心全力去帮助，都不干扰自己念佛。这是个原则啊！如果障碍我们念佛，使我们念佛的时候不能专一，也有夹杂，这就不能做了。一定要知道，没成佛之前，自度第一，自度优先。到西方极乐世界可以全心全力去帮助苦难众生，那不在乎。啊，你有这个能力。啊，纵然在灾难当中跟大家一同遇难，过人有过人的去处。业力在做主宰啊，自己做不了主宰，业力做主，佛菩萨也不能做主，看到你随业流转啊，那我们自己坚定的信心，这个时候起很大的作用啊，真心真愿感得佛来接引，往生到极乐世界就是功德圆满。啊，所以思维就是此地讲的，思想意念彼佛，一正二报四正庄严。啊，就以无量寿经就好。啊，东晋时代，中国净土宗，第一位开山祖师慧远大师，就是以无量寿经。他在庐山建东林念佛堂，弥陀经、观无量寿佛经
还没有翻译出来，所以提倡念佛呢，就以无量寿经啊。我们今天提倡见弥陀尊，就跟当年员工在庐山建念佛堂的意义是完全相同的，即或真正志同道合啊！大家在一起念佛求往生，啊，东林念佛堂规矩很严格，它外面有一条小溪，小溪是为界。啊，参加念佛的同修都不准离开这个界限啊，心是定的啊。进入念佛堂就是一个目标，我要往生极乐世界啊，外缘全放下了。123个人个个都成就啊，真叫圆满功德了啊。我们遵照印光大师的教诲，在现前这个环境里头，不要太大，小小的20个人啊，真正修行的20个人啊，真正发心护持的也不要超过20啊，这个小道场40个人啊，20个是护持的啊，虽然不是闭关。是中国古人所讲的住茅棚啊，比闭关的范围大一点啊，这个小范围是我们活动的范围，好事啊，肯定能成就啊，一起放下，一丝毫牵挂都没有，想到什么我就要死，我死还能想什么，一样带不去 啊，所以都不必过问了，随他去吧啊，这是大事因缘的啊，真干呐！底下还继续跟我解释禅的意思，禅呢，翻译成中国是禁律。思维修的底下静虑者，禅那之体为寂静，这个一定要知道啊，禅的体是寂静啊，也就是这总的原则是不复这个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是禅的体验啊，极静。而一句神律之用啊，它起作用呢，就是关照。它不是不起作用。关照是什么？关照是明了。
啊，明了里头没有作意，啊，他不用意识，啊，他用自信。啊，用见性见外面的色，你就见到色性；用闻性，你就能闻到声性。这就是明心见性。如果我们用眼识见外面，那是分别；用耳识去闻声尘啊，这也是分别执着，执着就是染污。啊，那我们就晓得了。啊，禅定一般讲是有一定深度的直观。直观就是修禅的，啊，该放下的要放下，该提起的要提起，啊，你看念佛人，放下万缘是奇迹，提起佛号是观想，啊，你可以思维。西方世界一真庄严，你可以想阿弥陀佛，相好光明，啊，这个叫思维修啊，啊，所以他居神律之有，啊，故曰静律，静是定，律是慧。定慧均等之妙体曰禅道。啊，定慧一定等，平等，这是禅定境界。如果定多，虑少，昏沉的现象就起来了。啊，定多慧少。要是慧多定少呢，就浮躁，叫调举，就是妄念太多啊，那都是修禅的障碍啊。我们今天是用智持名号来修禅啊，是修禅里面。无上深妙禅，这不能不知道啊！禅师很令人羡慕，令人向往啊！而许许多多人不知道持名念佛是禅定啊，是修禅，很少人知道。啊，修学净宗的人也很少提起。真搞清楚、搞明白了，对于禅就不羡慕了。为什么呢？我们自己修的比他那个还殊胜，比他那个还高明。如俱舍论二十八曰：依何意故列净律名？由此极尽能神律故。神律解释是实了之矣。如说心在定，能如实了之。啊，俱舍论里头这句话
解释得很好。啊，一，什么意思？列经律的名。啊，你给他起这个名字。下面是解释。由此极尽能神律故，这个神律不是分别，不是执着，是自然的明了，这是智慧啊！大乘教里面回向记。愿得智慧真明了，这是经律啊。那么由此可知，中国古老的教学。我们不谈佛法，谈世间法。世间法的教学，重视学生的悟性。啊，记性在第二，悟性在第一。悟性是慧呀，记性是知识。悟性是智慧，不一样啊！有智慧的小孩啊，老师特别珍惜啊，教好了，他有大成就啊！啊，有知识啊，博闻强记。我们讲理解力差一点啊，这个人好好的培养，不失为君子，圣贤没分，有智慧的人可能到圣贤啊，那就是什么呢？他心清净。心善良，淳朴厚道啊，清净心就生智慧。六根一接触，他就通达明了啊，不需要去思考。啊，我们现在的名字叫直觉，不用思考，啊，他就能明了。大家同样看一段事情，他看得很深，他看得很透，一般人做不到。一般人有障碍，障碍就是心浮气躁，妄念很多，他用分别心，用执着心，在反复之间，他不用心意识，那是自信的之间啊，我们一般讲圣贤的之间啊，不用心意识啊，不用阿赖耶，这厉害啊！阿赖耶是什么？落印象。不用阿赖耶是什么？不落印象。对，没有染污。落印象就是染污。啊，他不接受染污，他不分别，他不执着，一接触。通达明了
这就是禅。啊，所以极静能神律，神律是真舍了之。啊，下面举个比喻，比如说心在定，能如实了之。啊，他听的这句话清清楚楚啊，明明了了啊。啊，我们今天说心，心中有阿弥陀佛，啊，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中峰禅师在《细念法寺开示》所讲的。此土此方即是净土，净土即是此方。一真庄严就在当下了。又思维修者，啊，什么叫思维修？只因而已。一心思维，研修是为因。这个里头最重要就是一心。中国古人所讲的“交之道贵以专”，一心就是专。不能想太多，不能学太多，学太多学杂了，它不是一心。啊，三心二意乱了，你的精神意志不能集中。啊，只能够认识一些皮毛的知识，它不能深入。所以现在社会啊，各种学校，我们也参观了世界上不少的名校啊！啊，参观之后，我们深深感觉到，他们全都是学的知识，没有智慧。啊，你看学生心浮气躁。啊，细心去观察他们的思想言行，是知识，不是智慧。我们看了，感触很深呐。中国自古世代相传，汉学是智慧，不是知识啊。
啊，今天我们看到外国人研究汉学，他方向走错了。他是学汉学的知识，没有懂得汉学的智慧。啊，汉学的智慧怎么学呢？从经律学，从思维修学。啊，佛家学习这些原理原则，传到中国来，中国儒家采取了戒定慧言，道家也采取了。戒什么规矩？你不遵守规矩，你学不到东西。这规矩是什么？规矩是帮助你修定，教你放下。啊，教导你精神、意志集中。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这就持戒。那你真干呢？真干就修定了。啊，定到一定的程度，自然就开慧，啊，豁然大悟。佛法里头有开悟的。儒也有开悟的，道也有开悟的。啊，得定，空间为次就突破了。啊，我们一般讲的神通就现前了。神通不稀奇，神通是每一个人的本能，只要你心清净了，它自然现前。啊，一般人的神通为什么失掉了？心乱了，妄想杂念太多了，它不能现前。啊，如果你的心真做到纯净纯善，啊，妄念很少，没有妄念，你的天眼、天耳、他心、宿命通全都现前。啊，所以神通在佛法里头一点都不稀奇。佛说，六种神通是一切众生的本能，你本来是这个样子的。啊，还是一句，但以妄想分别执着而不能证。一心思维研修，就是佛在经教里告诉我，只心一处，啊，把心只在一个地方，或者说至心一处都可以。啊，这是因。我们今天把心只在阿弥陀佛这一句上，其他的呢全都放下，这是因，从此乃得定，
就得三昧啊，把心指在阿弥陀佛，这叫念佛三昧。心上真有佛了，除佛之外，一切放下了，别去管他了。一佛念佛，果报现前当来，必定解佛。啊，故名四维修。这个四维修就是业心不乱。我只思阿弥陀佛，我只念阿弥陀佛，我只想阿弥陀佛，啊，我只愿亲近阿弥陀佛，这叫真念佛，这叫慧念。上言禅者，啊，前面所讲的禅的意思，通通都是六度里面第五禅定过了。啊，一切菩萨都在学习。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故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这是讲西方极乐世界的学生们，菩萨的学生们得果自在呀！啊，他们在这边修学，成绩显示出来了，没有证得须陀洹的证得。没有得阿惟越智，那是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度得阿惟越智。啊，过自念道、说道、行道，法喜充满。啊，说出往生人的成就啊！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又名彼土人民啊，设方去往生的人，虽说修习这个修习过得其果。啊，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根性不一样啊。小乘根性得小乘果，大乘根性得大乘果。啊，前面说的四果到阿罗汉是小乘根性，阿惟越智是大乘根。啊，得果早晚，都是自己蓄势修学，善根福德因缘不相同。
但是决定成就无上菩提，证得大般涅槃，但是每个人时间早晚不一样，换一句话说，他们确实是一个方向，成佛之道。须陀洹乃至阿罗汉，乃声闻乘圣果之差别。先介绍这个经文，以须陀洹果。须陀洹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是入流、欲流。或者是列流，又名粗果。在小乘里面，好像是小学一年级。入流好比入学了。入小乘粗果这一个流派，他是正式上学了，是这个学校的学生。那我们现在虽然是讲学大乘，我们在大乘也没入流。大乘华严经上讲，菩萨，大乘是菩萨道。菩萨的戒位51个，摄性，摄性呢，好比是大乘的小学。摄住好比是中学，摄回向好比是大学，摄地好比是研究所，等觉好比是博士班。我这种比喻大家就好懂。小乘的小学是须陀洹，那大乘呢？小学一年级，华严经称他为粗性位的菩萨，大乘真菩萨，粗性位啊，小学一年级啊，在断烦恼。那个功夫啊，跟须陀洹平等。须陀洹断88品见悟，大乘粗性位的菩萨也是断88品见悟，相同，可是智慧不一样。也就是说，粗性位的菩萨在智慧、德能比须陀洹高太多了。先是大乘的殊胜了。为什么会有这么大差别？他学的功课不一样。断烦恼那是讲德行，德行是一样的。学习的功课不一样。
大乘的心量大，小乘心量小。啊，虽然心量小，他自私自利放弃了。啊，身见破掉了，不再执着身是我了。啊，大乘初心为的菩萨，智慧比他高。不但知道身不是我，他已经渐渐体会到，变法界、虚空界跟自己是一体。啊，但是他没能证得。啊，什么时候他才能证得呢？小学毕业上中学他就证得。啊，而小乘的四果阿罗汉，见思烦恼统统断了，只等于实性里面的其性位菩萨。啊，其性位的菩萨，见思烦恼断了。跟阿罗汉相等，八性的菩萨跟辟支佛平等，九性位的菩萨跟十法界里面的菩萨相等，十性位的菩萨就是十法界里面的佛，啊，十法界最高的佛法界，啊，所以十性的佛。没超过十法界，实性的佛，如果是能够把无明断掉了，啊，也就是不起心不动念，他就超越十法界，就入初住了，初住是真佛了，啊，界限就在这个地方，十法界里面的佛菩萨还是用八识。啊，到初住以上呢，不用八识，转八识成四智。他用真心，不用妄心。啊，用真心证佛。啊，设法界里还用八识啊，不叫证佛。天台家称他做相似即佛。啊，六界佛里头相似，他很像，他不是真。啊，真假在用心，用真心就是真的，用妄心就是假的。啊，真心是什么？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就是真心。我们要时时刻刻想到，我们还会起心动念、分别执着、用妄心。那真正修行人，在日常生活当中，啊，生活、工作、待人接物，就在这上练。练什么呢？我们起心动念分别执着要淡薄，一年比一年淡薄，你的功夫就是一年向一年提升。啊，什么时候都没有了，那你就晓得，你已经入初住了。啊，初住菩萨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生在哪一处啊？十报庄严土。用念佛这个方法，叫理业心不乱，
你看，就用这句阿弥陀佛念，念到功夫纯的时候，所以念而无念，无念而念，把心意识都念掉了，不知不觉的就念掉了，因为你的心呢，只专在阿弥陀佛上。这个方法非常巧妙啊！古人所讲“暗合道妙”，水到渠成。念佛功德不可思议我们是凡夫，烦恼习气非常之重。我们没有办法像释迦、像慧能那样的顿悟啊！这是我初学佛的时候，三个老师都提醒我，不要自作聪明啊！古人讲的“聪明反被聪明误”啊，自己要承认、肯定自己不是上上根。这个很重要啊！顿悟、顿修、顿证的，那是上上根人啊，绝顶聪明的人，我们做不到啊！做不到怎么样呢？做不到就渐修、渐悟啊！像爬楼梯一样，我一级一级的往上爬。方东美先生、张家大师、李老师都教我走这个路子。这个路子很稳当，时间长，很稳当，一步一步往上提升。顿悟顿不了，悟不了就掉下来了，就好像一步登天了。登不上去，粉身碎骨啊，就把你毁掉了。所以人最怕的是好高骛远。那我们放下什么呢？烦恼习气，原则上三个一起放，一定要晓得。真正重点呢？我们先放下执着，我们对于事出世间法都不执着了，学随缘。不执着就是妙用，随缘不执着。不执着就是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他们不执着了，有分别。执着放下了，再放下分别；分别放下了，再放下起心动念。我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来搞。也挺累的慢慢来，挺累的。阿弥陀佛有妙法了，就叫你专心念这句阿弥陀佛。实际上，三个都放下，你看妙不妙？用什么法？执着阿弥陀佛，分别阿弥陀佛。起心动念全是阿弥陀佛，这样你就到极乐世界去了，这叫待业往生。功夫好的到哪里？生方便有余土，因为你没有真放下。
所以最高的地位是方便有余土，上辈往生。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佛光一照，你就提升一倍。在本愿威神加持你，你立刻就提升到十八佛，真快。 预留跟物流意思完全相同，于是参与。你已经进入佛门了，入门了。那我们现在。 88品见惑没有断，没入门。我早年讲经也提醒同学，我劝大家要认真，一定要把自私自利放下，把明文利养放下。 把五欲六尘放下，把贪嗔痴慢放下。真放下了，有没有入门呢？没入门。我们到门口了。我告诉大家的标准是到门口。那入门呢？入门一定用佛的标准。我们的标准不行。 佛的入门，那就是见惑断掉了，就是门。大小乘经论里面都说，三界88品，88品见惑通通断尽了，真小乘许多话，大乘。 初心为菩萨，这是原教，不是别教。须陀洹跟初心为菩萨，给诸位说，《金刚经》上讲的四相破了，他真正做到了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 刚刚破啊，思想破了，无我了。破思想是出国到四果，到阿罗汉，都是破思想，功夫有浅深不相同。阿罗汉的功夫深，须陀洹的功夫浅。 也就是说，对于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不再执着了。用我们一般人的话来讲，情执断了。 才能证果。我们再看讲义，为从凡夫出入圣道之法流。出入圣道，逆流者，为入圣位。 逆生死之破流。
他还没有立六道轮回啊，但是已经进入了生死出三界这一条大道了，他在这个路上行。什么时候他能出六道呢？证阿罗汉就出去了。啊，证得出果之后，在六道里面，他只有天上人间，他不会堕三恶道，他也不会变成阿修罗，人天两道。其次往返就真的阿罗汉果了啊，所以他真的是位不退啊，不会再退到凡夫位上，他是圣人，他不是凡夫啊，小圣，我就小小圣啊，决定不会做了这番。换一句话说，他了生死出三界有期限的，我们再往下看，于上文字虽异，实意相同，断三界之见惑。啊，就是三界八十八品见惑，见是错误的见解，或是迷惑。啊，错误的见解，即得此果。啊，就证得须陀洹了。啊，八十八品见惑。佛在讲经教学方便起见，归纳为五大类，这五种见惑。第一个是身见，身决定不是我，执着身是我，错了，一切都为这个身造无量无边的罪业啊，堕三途受苦报，原因在此地啊。那我们都希望身好，身体好啊，不要有病痛，我们修行功夫能得力，那身体能不照顾吗？你把心都照顾在身上，心住在身上错了，心住在阿弥陀佛上就对了。心住在阿弥陀佛上，这身怎么样呢？身决定健康长寿。为什么？你没有病。你因为心住在你身上，你的病就没办法好。那是个妄念，错误的念头。啊，你要晓得身是境界随心转了，你心是阿弥陀佛，你身就转成阿弥陀佛金刚不坏身了，那最健康的 啊。但是这个道理你也听了不相信，还是要想办法照顾身体，这就讲你有疑惑吗？不相信吗？佛菩萨慈悲，恒顺众生，给你讲了，那不信，不信就随你吧。你还要搞什么医疗保险呢？还搞什么保健？随你去吧。啊，真相信的人，真的得方便。
那不找这些麻烦了，心才能专一。佛陀在《大小乘经》里头告诉我们一个秘诀，我们也知道，但是就用不上。用上了，你晓得多自在呀！这句话是什么？至心一处，无事不办。无事不办，至心一处成佛行不行？行。连成佛都能办，其他的还有什么不能办的呢？我们今天在此地就是给诸位报告啊，至心一处，这一处是哪一处啊？阿弥陀佛。佛没有讲哪一处，佛讲原则，任何一处都行。为什么？你得定，你心只要专一就得定，定开智慧。那我至心一处在阿弥陀佛是无比殊胜的，立刻得阿弥陀佛威神加持，跟阿弥陀佛马上就通了。那为什么不通呢？你心不专一。我们的心就像光一样，四面八方发射，遍照一切。如果把这个光集中，成为一束，我们先讲雷射极光，那个光就很厉害了。你看现在这个散的光，电散的光。各一张纸都不能透过，没有这个力量。如果把它集中，变成极光，变成雷射，连钢板都能穿透。现在医疗这个医疗上。运用极光神思他那个把光线集中一点，像针尖那样，那么一点点大非常管用所以至心一处问题就解决了。84000法门门门都是至心一处，我给诸位报告，我学了这么多年，诸位真正能把心放在阿弥陀佛上，我心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我心，给诸位说，什么样灾难没有了。灾难是众生的，灾难与我没分呐。我在灾难当中得大自在呀！一点都不假了。为什么不敢？为什么还要三心二意？还要胡思乱想，这是古人所谓自作自受，你不能怪人。你真懂得，真回头，把心放在阿弥陀佛上，你才真正感佛恩。你才真正晓得这种殊胜的利益，不可思议。第二，斯陀含苦。斯陀含
翻译成中国叫一来，又叫二果。啊，一来呢，断欲界，九地思惑中前六品。九地思惑总共有81品。啊，他断前六品。上于后三品，这是九地九品，每一地各有九品，99、81了。啊，还余后三品，啊，最后三地。故任须在人间与欲界受生一度，所以也来啊，二果还要到人间来一次，所以叫一来啊，即一度往来之意啊，二果到人间来一次。啊，三果阿那含呢？阿那含就已不来，心云不还。这个心就，是以玄奘大师算是一个界限。玄奘大师以前所翻的，啊，翻的经都叫就已。他从印度回来之后。啊，所翻的经叫心译。啊，诸位将来看到旧译跟新译啊，就这么回事情。啊，玄奘大师他们翻作不还。啊，实际上不来跟不还意思也都相同。乃断尽欲界，似或残余之后三品。不再还欲界之位，啊，不到欲界来了，啊，而后受身呢，则为色界和无色界，他没有出离六道，但是，这就是三果，啊，三果多半都在四禅天，啊，四禅。有9天，其中有5不还天，啊，5不还天呢，多半是这些人在那边休息，啊，也有一些其他不同宗教，他们也有能力修到这个等级，啊，都在这个地方。休息，他不到欲界来了，啊，他只有色界、无色界，啊，不再到欲界来，所以叫不来，啊，不还，不再来了。第四，阿罗汉，阿罗汉翻译成沙贼。应供不生，那断尽上至非非想一切四惑之声闻尘即果，就是见思烦恼断尽了。啊，这是小乘最高的果位了，阿罗汉。
一断尽一切见思惑，故名杀贼。这个贼是比喻，见思烦恼。八十八品见惑，八十一品思惑。前面讲九地，每一地有九品，九九八十一品。通通断尽了，因为见思烦恼障碍我们见性啊，好比是贼呀，让我们受害，把我们自信里面就功德发财。都被他们窃取了，或者是被他们夺去了，是这个意思。这个完全是比喻，叫杀贼。千万不要误会，阿罗汉还开了杀戒，还叫杀贼，那就完全解释错了。第二个是应供。第三个意思是不生，他这个后面有解释，既得小乘细果，应受人天供养，故曰应供。这是佛讲的，是他们是福田，有福啊，你供养他们的大福报。所以他们应受人天供养。为什么？给人天大众做福田。你供养他，你得大福报，是这个意思。佛也希望众生个个都有福。福佛不能给你，是你自己种。佛也不能够违背因果定律。所以佛教我们发财方法。佛没办法赐给我们的财宝。他教我们。怎样发财呢？布施。供养布施。布施跟供养一个意思，用心不一样。用沉浸心就是供养，真诚恭敬心布施就叫供养，没有真诚恭敬那叫布施，所以布施得福少，供养得福多，用心不一样嘛。那法供养呢，得聪明智慧。用无为供养呢，得健康长寿，得真感，不要吝啬，不要害怕，不要我都舍了，舍了以后怎么办？人家怕，所以不敢供养。你不怕，试试看，越施越多。佛讲的话一点都不错。我是26岁刚学佛那一年，张家大师教给我的。那个老人很厉害，他会看相。他看到我这个年轻人没福报，命很苦。算命先生讲
看财库，那财库空空，没有财。啊，也没有禄位。啊，就是讲的时候，做官也没有这个命，发财也没有这个命。命是什么？贫贱，贫贱到极处啊，就是乞丐啊，这样一个命啊，过去生中没有修财布施，没有修无为布施。啊，好在就是，过去生中有一点法布施，还有一点聪明智慧。啊，老师教我，赶快把它补出来。啊，为什么呢？弘法利身也少不了财，没有财力支持，弘法利身做不到。教我这个方法，认真去做。啊，当时我跟老师讲，我没有财力，连吃饭都有问题，哪有财不是。老师很严肃地告诉我，张家老师，他说一分钱有没有？我说一分钱可以。一毛钱有没有？行，可以。一块钱呢，还勉强。你就从一分一毛一块做起，一直做下去，我这个才晓得，那一毛一块到哪里不是啊？有，因为接触佛教了，以前不进庙门，现在上庙跑，常常跑寺庙，跑寺庙看借大藏经看。啊，我在寺庙里面看经抄经，哎，有人印经，印善书的，啊，拿一个单子来，大家出钱，哎，我也写个一块，写个五毛，那就这么布施啊，啊，还有放生的。放生的拿一张纸集资，我们去买布放生，这个我也喜欢做，那是无微不至啊。哎，就从这做起，真正有这个布施的心，好，越施越多。啊，年轻的时候不敢做这个梦啊。啊，这些年来，每年布施多少钱？超过1000万美金。钱从哪来的？不知道。啊，各方面来送给我的，全都布施掉，越施越多，才知道佛不讲妄语啊！啊，你看我所得到的，财用不缺乏。这就够了，那要钱全做好事去了。啊，发布施，聪明智慧增长，我自己都感觉到啊，年年智慧不一样，确实在增长。无为布施，健康长寿。啊，我做了60年了。证明释迦牟尼佛讲的是真的，不是假的。你肯干，马上得利，一点都不操心。啊，钱财操什么心？有的是。想办什么事情，需要多少，他就来了，没障碍啊。啊，他不来了，换一句话说，这个事情你不应该做。你应该做的时候，钱就来了。啊，佛菩萨在照顾我，啊，佛菩萨在推动我，
你身体都自在，都快乐。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